张总说了，李达康下了指示，说我们山水集团必须要先把政府垫付的钱给还了，否则就要把我们的土地重新招拍挂。你说烦不烦？要我说这事儿啊，你还真别生气。116当时影响那么大，你们也赚了不少。要我说呀，该退该赔，你们就退就赔。厅长，我们可是股份公司，我想赔和其他股东不想赔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们不想退是吧？到时候会有人让他们退，到那个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。李达康还是侯亮平？鉴于这种情况，我们能不能对欧阳金采取强攻呢？好像也不行啊。你在会上说的对，现在正面接触就等于向欧阳金报警。但是反过来想，我们的报警会让他急于飞走，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把他拦截在国门之内呢？理由、证据呢？而且别忘了欧阳金的政治背景。没准。侯局长，你是老侦查员了，想想办法呗。行，我想想吧，让我想想。李大康，我们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对我、对女儿、对这个家，你负过什么责任？你又负了多少？26年前，你还只是汉东西部山区的一个副县长的时候，我就嫁给你了，在那儿生了女儿。那时候，你干你的工作，我从来都不拖你的后腿。后来在山里，你就调来调去，我跟女儿也跟着你，东跑西颠的。我那时候不工作忙吗？说句实话，那个时候你对我的工作确实支持很大，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。我还记得女儿读小学是在三个县读完的。这6年当中，你换了3个工作。亏你还记得。我当然记得了。李达康这个霸道啊，在汉东那是出了名的，啊，他让政府给你们垫资，肯定会让你们退，就算是为了堵别人的口，也一定会让你们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啊，你劝劝你那些股东们少赚点，别再惹麻烦，啊。那要开了这口，以后怎么办？再有人打上门怎么办？我就奇怪了，这李达康他自己老婆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，就来敲诈我们。你怎么会不认为他现在这么做就是在给他老婆擦屁股呢？你是说他在花钱买平安，还用的我们钱？对呀，他就是想用你们的钱，只要你们这个钱挣得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干净。还是要以事查人。蔡成功举报的录像，再仔细看看。你也看，我也看。注意这么一件事：去年初，大风的断代发生前后，是否真的存在山水集团向欧阳菁输送利益的事实？如果有这样的事实，我们就可以侧面突破了。丁乙真的案子还在不在宜春啊？不在宜春，去了3处。但是人抓不到，还是没办法办呀。他的住所、办公地点都搜查了没有？查过了。案发之后，我和陈海分别都查过了，没有结果。把丁义珍的案子并回一处，继续调查，而且要从中找到新的线索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高小青的山水集团和丁义珍、欧阳金可能是同一个利益主体，只要击破其中一个，就能各个击破。厉害呀，侯局长，高手果然是高手。刚正不阿的陆处长也学会拍领导马屁了。嘿，我这人从来不阿谀奉承，这叫实事求是，别太骄傲。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我都记得，我几乎干遍了汉东所有的地市县的领导，最后进了省委常委。我工作不固定，经常会调来调去，所以你让女儿出国，我没有阻拦，
你也没支持啊。话说回来了，女儿的学费你又掏了多少？我每个月的工资奖金可都给了你了。你那点工资够女儿在国外上学吗？那不还有你的吗？我的工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也好意思说呀？你让我说什么？你说你让我说什么？你让我拿人民给我的权利做违法的事儿啊？你也是党员，你也在党旗前宣过誓。你行了，你少来这一套吧。你官话讲顺嘴了，大道理讲习惯了，那项目给谁干都是干。我跟你说吧，离婚之前我有个要求，把山水集团霸占大风厂的那块地拿出来招标，让大陆集团干。荆州市委书记不和任何商人做交易。我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就不跟你离婚，让你做裸官。你干脆让中央罢我的官。是，我一直都这么想的。我就不明白，丁义珍出事了以后，你怕什么啊？你怕什么呀？我的项目你又没跟丁义珍去打招呼，那你为什么人去打招呼啊？那还有什么别的人？你知道啊，你不是派人调查我吗？对，我是调查了，因为你不正常。山水集团得了那么多好处，他也不正常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吵，啊，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们再谈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很冷静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把山水集团的项目给大陆集团做，我就跟你离婚。你做梦！你这个交易我可以做，只要对大局有利。高总，我就欣赏你这样的女人，真的，你不一般。我当然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我每一分每一毫都是我自己挣来的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又没有背景，又没有资本，我哪敢任性啊？是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不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活着？但我们不行，我们没有那种有权有势的那种老子，我们得靠自己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个性对我们来说，那是一种奢侈品，真的玩不起。丁义珍的出逃带走了不少秘密，但是也暴露了目标。这等于告诉我们，这里有一窝子的贼。我在北京的时候就在想，这一窝子的贼恐怕不是小毛贼，而是江洋大盗。里面有些人肯定是身居高位，所以我才请战过来的。身居高位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怀疑李达康啊？哎，没有啊。我在这里没有具体的指向，查到谁就是谁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沙瑞金书记代表省委向我和季检察长指示过，对于汉东的反贪工作，上不封顶，下不保底，无论查到什么人，都要一查到底。有了这个底牌，咱们的腰杆也就直了。还是得小心啊。现在我们在明处，对手在暗处。我们不仅要躲明枪，还得防暗箭。对了，还没问你呢，今天晚饭如何呀？丰盛吗？你不说话我倒忘了，他们在我面前表演廉政的，富丽堂皇的大厅就放了几个农家小菜，我都没吃饱。人家是不相信你。对了，还有美女蛇呢，咬你了吗？你这么说吧，不合适。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不要先入为主，不要随意给别人定性，不要因为偏见影响客观的判断。我怎么觉得你迅速的被腐化了呢？说的没错，这个高小琴态度不卑也不亢。出乎我的意料，评价不低呀。那你呢？我神情不阴又不阳啊。感情你们不是去吃饭的，是去唱戏的。说对了，我就是去唱智斗的。高小琴还问我姓蒋还是姓汪，我就给他来了个不阴也不阳。不过他唱的这个阿庆嫂
唱的还是蛮有味道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娱乐。按说，这高晓芹的年纪比我还小呢，又不是科班出身，怎么会唱京剧唱得这么好呢？他明显在这方面下过功夫。你刚才说的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娱乐，我们这上一代，不都喜欢唱京剧吗？我们这上一代，现在不都位高权重了，有权力啊。所以这高晓芹会唱京剧，就能够脱颖而出。侯亮平呢？我们两个虽然都是汉中大学毕业的，师从高育良，但是毕业以后这么多年，我们都是一直各自走着各自的路。金盖如故，白头如新。没错，就是应了这句老话嘛。还有啊，侯亮平呢，在汉东待不长，所以他在这儿做事情会不管不顾，他会把汉东搅得天翻地覆。明白了，就是说反腐这个事儿，上面是波涛汹涌，下面是波澜不惊，所以上头就把侯亮平这个鲶鱼放在了我们汉东这鱼塘里。侯亮平在汉东做事啊，他才不会管你是什么帮、什么派、什么系。蔡成功，你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。作为116事件的主要责任人，你煽动和组织大风厂工人战场肇事的罪责是逃不掉的。煽动？我工人根本就不用我煽动，他们战场是为了要回自己的股权。但是整个护厂行动是你组织的，护厂队的鸟枪是你买来的，还有使用汽油阻止推土机是你的主意吧？这你能赖掉吗？是我的主意啊，我从来没想赖，我这是自卫。再说了，我们厂的工人也没有走出工厂大门啊。你组织自卫的结果就是烧伤38个人，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。就这个事实，判你个10年8年的都不冤。我也没想到啊，这事情会发展到这种结果。你没想到就能推脱你的罪责吗？丁义珍怎么允许你占人家的厂生产到现在？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不是，工作关系。什么叫人家的厂？大风厂是我跟我们所有职工的呀。同志，这都是高晓芹做的套，他害我。这里面有大的腐败问题，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那个反贪局举报了。你还举报？对啊，你勾结山水集团，把人员工的股权都弄没了。什么叫我勾结山水集团啊？高晓芹这么害我，我勾结他们啊？我有病啊？那你转让股权时，为什么允许山水集团放弃对在职员工的安置啊？请看一看，这个补充合同不是你签的字吗？我不会看的，我从没签过这份合同，这是高晓芹伪造的。我让你看看再说。我没签过这份合同。蔡成功，你最好老实一点，别在这自找难堪啊。侯局长，你刚才说到案件难防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，目标太大了，你可真得小心。哼，他们还敢干掉两个反贪局长？除非是我们接近了真相。按照你这个理论来说，陈海已经接近了真相。应该是的，要不然他们不会下狠手。难怪这么多人对陈海表现出了热情。今天季检长还跟我说，说祁同伟想让陈海转院，转到公安医院去，说是同一个系统的，方便照顾。你什么意见？我没同意。老检察长陈岩石也不同意。陈海目前的情况一静不一动，他的主治大夫严主任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他们近期还要再做一次专家会诊。对，目前谁都不能转移陈海，除非我和陈老同意。嗯，我还有一个疑问，
如果陈海是因为蔡成功的举报而遭到了暗算，那那些人为什么不直接干掉蔡成功呢？问得对，这个疑问也一直在我脑海里闪过。蔡成功，你说你跟侯亮平是发小，那他一定特别帮助过你。对，我跟侯亮平是发小，所以如果你们想对我违法乱纪的话，我劝你们小心点。哎，他让我们给你检查身体，是不是暗示你装病啊？什么叫暗示啊？我本来就有病，我脑袋被打伤过，脑震荡，老晕。哎，蔡成功，你说你跟侯亮平除了是发小的关系，有没有其他的关系？有没有在一起做过生意啊？这位同志，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话从何而来啊？看看，让我们抓住了要害，蔡老板就不打哈欠了。哎，我怎么听你们这说话，话里有话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想诬陷侯良平那是不可能的。我跟侯良平是朋友，从小的朋友，大了以后就各奔东西了，根本就没有可能在一起做生意的。你们听清楚了。蔡成功，我告诉你，凡是有举报的我们都要查。举报什么？举报我跟侯良平做生意？谁举报的呀？够有想象力的呀。啊，来，让他签字。在这儿签字。我没说这么多啊，怎么写这么厚啊？我得看看。你快点看，你说了啥我们就记了啥，快签字吧。快签字？那看不清楚，这字可没法签。哎，行行行，你看吧，你认真看。那我要求加上一条，你们这是疲劳审讯，审了我一宿。这叫突击审讯。蔡成功，要说疲劳我们也很疲劳。孙检察长吗？啊，我老季啊，请你今天安排一下，向市看守所监察室增派点人力，要确保举报人蔡成功的人身安全。季检察长您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准备增加三个人。那就让这三位同志24小时值班，盯紧盯住了。好的，季检察长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辛苦了。非常意外，蔡成功是我们提审回来，长春虎是去提审，两个人在走廊上碰到了，长春虎突然冲过去，两下就把蔡成功打倒了。两下就能把人打成这样？长春虎以前不练过武功吗？没两下子也干不了拆迁。张检察官，蔡成功我这儿处理不了，要送医院。得赶快送医院。什么？蔡成功在看守所让人给打伤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今天上午。怎么发生的？我问了一下住所的检察员，偶然事件被在押的一个嫌犯打伤。什么样的嫌犯？下手那么狠？就是负责大风厂拆迁的那个长城虎。要是没有116大火案，装疯卖傻的长城虎也不会被关进拘留所。他怎么也不小心防范呢？偶然事件嘛，
两个人走了个脸碰脸。蔡成功进看守所，48个小时还没到就被打成重伤，这赵东来是干什么吃的？他公安局长的，我看辞职算了。冷静点，这话不是你说的。好，我冷静。魏可，蔡成功在看守所被人打成重伤了，你现在马上去市公安局找赵东来，问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他如果保护不了蔡成功，就把蔡成功交给我们检察院反贪局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啊，说这些有用吗？所有的意外都是我们防范不严造成的，咱就等着检察院跟反贪局向我们兴师问罪吧。好了。李书记，国家部委刘主任约的是早上9点钟见面，让郑市长和有关部门去了。郑市长还是希望您参与一下，把这个大项目敲下来。还是让他们去吧，但是政府的事。但是之前的惯例，不要提惯例了，现在不是一言堂的时候。光明峰项目的二期剪彩仪式也帮我推掉，就让孙连成露个脸就行了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就通知他。今天晚上初审成功了。给赵东来局长打个电话，问问突审结果怎么样。行，那我去找一趟赵局长。给省委治安室再打个电话，说我有工作向沙瑞军书记汇报。那我现在去联系一下省委的吴秘书。沙书记，省委值班室吴秘书长说，荆州市委李达康书记要找您汇报工作。嗯，我也正要找他谈谈呢。你先把电话接通。好。嗯，你告诉李书记，昨夜的审讯结果还没报上来呢，蔡成功就出了意外。李书记，现在这边又出现了点意外。怎么有这么多意外？这具体的情况，要不你给赵局长打个电话吧，他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。还是不打了，多事之秋。喂，白处长啊，沙书记要和您通话。好啊，好啊。达康同志啊，沙书记啊，啊你好，啊你好，我正准备到你的根据地临城经济开发区去一趟呢。你怎么想起去那里了？都说那儿搞得不错，是我们汉东的一张名片。那我得去看看呐。达康同志，你的思维很超前呐，十几年前就想到了环保污染问题，不简单呐。陆处长，对不起啊，我实在是对不起。对不起就完了？怎么就说得这么轻松呢？哪能呢？我这不是亲自来跟你道歉吗？你说，我写多少字的检查？10000字，认识这么多字吗？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我就认识3000字，3000字行吗？切，还儒将呢。10000字的检查都写不出来。要是情书的话，
肯定没问题。请你严肃一点。就是因为超前嘛，所以当时有些同志不理解。哎，达刚同志，你不是要找我汇报吗？那就来吧。好，沙书记，我给您做向导。哼，好，咱们明天见，不见不散啊。好好好，我去，我一定去。好，小金，哎，把林晨的资料给我找出来，我再看一眼。这林晨的情况，没人比您更熟了，您还要看呀？这也不能马虎啊，这么些年了，有些数据记不清楚。行，那我去给你拿。啊，对了，书记，这门口有个客人，可候了半天了。谁呀？大陆集团的王大陆啊，昨天您让我叫他来的。我让他进来。行。赵局长，嗯，凶手打得挺重的，造成伤者身体多处软组织损伤，加上他头部有伤，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脑震荡。墨迹未干呀。是，是。我跟市局负有完全责任。这么大的责任，您负得起吗？陆处长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也就服了你，赵东来局长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？事儿已经都出了，我总不至于在你面前嚎啕大哭吧？要哭也得回去哭。那是啊。这蔡成功一进看守所就被打成重伤，打他的人恰巧是拆迁队队长，这是巧合，还是说有人故意在威胁蔡成功？从目前看，应该是巧合。依据呢？你想想，长城虎就是负责大风厂拆迁工作的，所以他肯定跟蔡成功是对立面呀。他们俩有矛盾，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哎，你们要是这么严肃，咱不在这谈了，咱到对面咖啡厅怎么样？怎么着？要请客赔罪啊？对呀，两位美女。赏个脸吧，不赏。敢问您的脸有多大呀？在这摆着呢，就这么大。哼！你要是不赏脸，我就请你们侯局长来。我们侯局长来，快把你给撕了！蔡成功是他的发小。哦，那他得回避。陆一科，就是你，走，坐下。你今天吃了枪药了？我们就是吃枪药来的。怎么着吧？那咱直接去射击场打靶去。赵局长，你还挺幽默。怎么样，亮平？这样分析的话，是不是过于敏感了？我不能不敏感，血的教训摆在那儿呢。陈海如果能敏感一些，他也不至于躺在医院了。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分析，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呀？先打听清楚这件事儿，最好能排除这个嫌疑。我们今天不是来开玩笑，是来说正事儿的。我们必须严肃地谈一谈蔡成功的安全保障问题。林华华，做笔录。好，好，这拿你没办法。谈完正经事儿呢，说不定我们陆处长还能陪您喝一杯茶，谈一谈风花雪月的。林华华，陆一科，你
和林华华是不是已经到医院了？已经到医院了，正在跟赵东来讲以后的整改措施。你们听着，想办法单独见一下蔡成功，看看他有什么可说的。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，很有可能是冲着蔡成功的举报而来。好，明白了。好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王大陆啊，应该走大路，不应该走小路。李书记，您这话我不太明白。我跟你说明白点，走小路危险呀，前面有陷阱，有荆棘，一旦陷下去，可能招致灭顶之灾。您是说那个光明峰工程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什么都没说。大陆啊，咱俩是多年的同事，也是朋友，所以我有义务提醒你。哦，我认识你，陆处长。我要去查看他的伤情。这个。发生这样的事儿，真是抱歉啊！是后来没想到你来的吧？你有什么话要跟侯局长说吗？啊，有。要说的话，快说。就是市局的人反复让我念一张纸条，就还给我录了音了。我想他们肯定是要栽赃陷害我。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？是一个举报电话。他们让我反复的读。我确实给陈海局长打过电话举报王英晶，那还是侯林平让我去的。可赵东来那个纸条上的话，我从来没说过，我从来没说过要拿着账本见陈海局长，从来没说过。什么？你们怎么让他进去了？胡闹！哎，怎么了，赵局长？你们陆处长闯进蔡成功病房。我们有监督责任啊，为什么不能进病房？我们正在查一个重大刑事案件，蔡成功是当事人，目前不能跟任何人接触。你们陆处长就生闯进去了。等等我。陆处长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。赵局长，你已经把那点意思弄成没有意思。哟，看过老舍的茶馆，文艺青年。少写，说正事儿。你看到蔡成功伤成什么样子吗？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华华，你留在这儿，把他们对蔡成功的治疗方案全部都给我记录下来。好。哎，处长，那谁来接我班啊？我会让法警过来的。啊。那咱不去喝咖啡了。那检查我什么时候给你啊？忘了你吃枪药了。哦，李书记，我跟我的大陆集团确实想为光明峰工程做点贡献，但是那个前总指挥丁义珍实在是太黑了，所有招投标的项目全都是假的，我是没办法才找到欧阳。您知道我跟欧阳是要好的大学同学，丁义珍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。现在光明峰项目的总指挥是区长孙连成，我相信连成同志会按规矩办事的。我听说了啊，孙连成这个人，人不错，就是好像不太爱干活。谁说不爱干活？啊，在其位谋其政，他就得干活。大陆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一定要走大路，别走小路，尤其是我老婆欧阳晶这条路，千万别走，他也走不通啊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不留。嗯，张丽啊，宝宝，哎，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。张丽啊，胜利，胜利啊，胜利！哎呀，行了，我挣钱成了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要跟你马叔啊，成立一个新大分公司，就拿那个下岗的安置费呢做股本。我想把咱们那20万给投进去。爸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把这20万放进去。不是，蔡成功在的时候都没整明白，都黄铺了倒闭了。您要弄，您怎么想的？您早上煮一面条把自己煮疯了吧？就是的，叔叔，您就是再土豪也不能这么烧钱啊！是哪来的土豪啊？他就是一老屌丝。那什么屌丝啊？我不爱听这话啊！再说我抽你。这是市局的人反复让我念一张纸条，他还给我录了音了。我想他们肯定是要栽赃陷害我。纸条上写的是什么？是一个举报电话。他们让我反复的读。我确实给陈海局长打过电话举报王英晶。那还是侯林平让我去的。可赵东来那个纸条上的话，我从来没说过，我从来没说过要拿着账本见陈海局长，从来没说过。侯局长，就是市局的人反复让我念一张纸条，他还给我录了音了。我想他们肯定是要栽赃陷害我。纸条上写的是什么？是一个举报电话。他们让我反复的读，我确实给陈海局长打。爸，您就是再想做善事，那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这实力，不是啊？您说那20万，我让您入我们阿尔法，您不入，那你也不能拿去入什么大风的股啊？这不是入股，就是临时借用一样，登记完了就还回来。借什么借？那钱借出去能回来了吗？还呀？哎，爸，要不？您把这钱借给我。哎，就是啊，叔叔，我觉得您不用入我们股，我们就当借您钱给您利息。说什么呢？什么利息啊？我爸是那种唯利是图的小人吗？啊？哎，我还就是那小人。你说借你们钱给多少利息？一不小心就落入了老同志的圈套里，还给多少利息？你怎么给？给多了，人家老爷子在家一坐，任玩不干，等着收钱发大财。你给少了呢，人家把钱借给大风厂了。哎呦，不至于，我觉得叔叔是关心这钱的安全问题，借出去能不能回来？要是不安全，叔叔肯定不会借的。这钱是留给咱结婚用的，多重要啊！哎，你又说到点子上了。爸，那这样，我现在结婚，你把钱给我。我说郑总啊，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结婚恐惧症给治好了？都是您给我治的呀，您就是这个华佗在世，扁鹊重生，您的妙手回了我的春。哎，爸，把钱给我，我结婚。我说你就是结婚也不用那么急啊，今天就结啊？我能不急吗？我呀，我再不急，我那20万就飞了。哎，我说张宝宝同志，你还能吃得进去啊？赶紧的结婚去啊！真结呀？哎，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叔叔。那我得收拾收拾，换个衣服，你等着我啊。账本？什么账本？蔡成功怎么从来没和我们说过这件事？有可能是蔡成功公司的业务账本，或者他行贿的送礼账本。如果真有这个账本，他举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？他不敢吧？这赵东来是怎么知道的？还逼着他录了这段音。蔡成功的说法是，有人想陷害他。那想陷害蔡成功的人，会不会就是制造陈海车祸的人呢？
有可能。这赵东来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？不太清楚，原来都是陈海跟他工作上联络比较多。赵东来这个人，我就没有正面接触过他。那陈海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工作关系吧，平时陈海就没有主动提起过这个人，跟你不一样。陈海车祸之前和赵东来通过一个电话，所以赵东来对陈海的车祸了解的一定比我们多。蔡成功进去了，大风厂破产了，政府垫付了4000多万的下岗安置费，多数人拿到钱撤了，少数老弱病残拿了钱忐忑起来，不知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我这就硬着头皮我就干了。陈老师，我还记着呢，想当年呢，您一个人骑着一个自行车就到厂子里边来了，那会儿陈老可还是同时兼着那副市长呢，不带秘书，也没有小汽车，自个儿就来了。你看人家那会儿那干部啊，而且现在也是好干部。当时啊，门卫把您拦在门外，谁都不相信您是副市长啊。对，一提起那门卫，我想起来了。哎呦，那门卫，我跟你说轴啊，就是不叫我进，最后也没拦住我呀。哎呀，进了大风厂就跟你们结下缘了。我记着我到大风厂第二天是第三天的，你就找我去了，就谈那员工持股的事儿。是。哎呀哈，那时候这个大风厂啊，还是那个国营大厂老大的架子了，放不下来，不愿意给那个。